火势的复发。那我从三峡这个地方讲，今天下午17:45，我们到这个核心爆炸现场的这个路上啊，我们看到沿的爆炸事故，发生爆炸着火事故是1马天晚上的9:20，这次的事故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12人失联，为我们的生命的通道来保持生命通道的畅通，来为我们的生命让路。那我们从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，